确实，大家伙儿对疫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，对疫情防控的宣传手段也是越来越多样，真的是全民战役，阻击有我。今天，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、看一看我们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狮茶村的大喇叭。 苹果对了，苹果对了，苹果，政府没拿手来传染病，地方公，苹果，政府没拿手来地方传染病，公，六五海的传染病，六五海的传染病，我有路，我在街里，苹果，这个没包扎，这个结婚保险，苹果，这个休假，这个困假，我没得困假，我没得破产，原来苹果这个做活，啊，这个没做活。 都系鸡肉米地，都系鸡肉米地，香福名，不乱做料，坚持不分就做恶。个调味素，香福南人行，个调味素，香福南人行，胡萝，香辣蒜咯，胡萝，香辣蒜咯。那小孩子准备，就落香福餐厅两个菜，加蛋，加蛋，香地嘅水，那酱汤那汤，那滚热的，那滚热的，香福。 像对于地方发起一些矮的工作，香港像对于地方发起一些矮的工作，社会上发起的啦，你就矮啦，你要做那改的，就做无果跟就业，你要做那改的，就做无果跟就业，无果跟都会改的阶段，无果跟都会竞争。我传染病几多方法，我传染病几多方法，我几多条件，我几多条件，香港。